你脚太危险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慢慢了，一层一路重量慢慢上去 ，OK 啦。啊啊啊！好，情况有提示啦，向上。好，一路啦。但是尽量哦，哇，一定跑力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哦，你一定要跑力下来。没有慢车道吧？台北有慢车道啊！他国家的恭喜哦，也厉害。他们就摩托车真的是不同凡响。看到我们泰国，那看那个排线呢？排线不能突然就好，这样都一样。没有，远远看到啊，哈，应该是来没有了，不会了。好了，你想加码可以啊，走到那个院台第三组好了，416车谁的？好了，那个同仁都查。哎，好了，先明枪以后自由跑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请那个最大声的钢铁，是吧？过年才见。谁？在这里绕圈见。116的没有关的，谁的车？我归什么？真的够了。小的呢？没有。宽度这广角不是很大？你看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三点，快点！啊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在多少几张啊？你不是做好了？啊，我们请那个鸣枪，没有说。
Thank you.